为着要提升运动的风气，昆林后壁指挥部今年也伫斗南运动场盛大来举办一场运动会。纵观20个乡镇的后壁军人辅导中心拢来参加。虽然讲早起的天气真炎热，不过各乡镇的选手嘛是积极来展现热情，佮透过游行方式展现各乡镇的特色。关掉李金勇甲多位贵宾也来赞助贡菜，整个的活动是闹热滚滚。今年后壁军人一年一度运动大会伫斗南电竞场盛大举行，并且透过游行的方式介绍军人20乡镇的特色，有熊猫造型的红啊，也有人彩天顶，让人看见精彩军人文化。那虎尾呢，也推出虎尾虎啊，甚至是延续啊台湾灯会的阵容哈、来迎接今天的运动大会。我们的后备军人干部都在各自的家乡里面扮演着救灾、防灾、应变的这个重要的工作。那么同时利用这么一个运动大会的时间里面，我们要公开的招募，欢迎有志的青年能够加入到国军的行列。非常有活力，而且云林县我知道是一个农业的大县啊，刚刚我们县长也亲自来了，给我们做了很多的勉励。好，我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后备军人能够记得县长的勉励，我们做一个巩固国家安全的一个最好的伙伴。啊，真感谢咱的指挥官甲各区的驻营干部，啊，当然啊，佫较侪所有后备军人这些兄弟吼，大家拢会当出席踊跃。你看这炎热的天气嘛，这么侪人，代表咱军人的后备军人吼，大家拢加油。这个运动会也请县内多位社团单位来收听，准备精彩舞蹈表演，好过运动会更加闹热滚滚。之前是妇联清溪，然后现在是我们清溪妇女协会，所以今天的那个姐妹也来有一个大会舞。大家有活力哈、我相信哈、咱社会未来会越来越希望。我嘛希望讲，咱这个国家阁继续把咱这个后备军人所有的这个福利，包括这些所有的活动，拢继续甲办。好，今天大会圆满成功。虽然这几天连续爆发高温，军人后壁军人都唔惊热，在日头下积极展现活力。预备，今天的赛程我们有区分几大类，第一大类是我们的运动体适能，还有我们的拔河跟浮力挺身，还有我们的一拍即合是属于趣味竞赛。那因为这几天都有午后雷阵雨，我们会在今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把活动给结束。除了精彩运动活动以外，今年后壁指挥部也出动真受欢迎的海陆空娃娃，带大家跳舞，是将运动会气氛带入高调，也有经军人和民众的感情。记者参差不多。